作，然后我们通过机械的名称在这边做调换不同做运送做里面的作业的活动。好的，那刚刚想说谈铁的零部件，我们这个零铁的部分是从哪里来的？我们这些零部就是来自于我们嘉义最有名的拉拉山，所以说我们看到这边有一条零铁的支线，它会通往我们的阿里山过去。接着呢，我们看到铁轨，我们行经嘉义地区，我们都会看到非常大的有庭院所在，就是我们的嘉南平原。大家看到我们这边呈现嘉南平原过去的农村生活的景色，然后这边就是标准的闽式建筑，那田里面呢？